唢呐呀，是一种民间艺术，民间也就叫喇叭。现在上升到文字说叫唢呐，古代都使婚丧嫁娶都使中音喇叭和大喇叭，大的呢是一尺六的，这个中喇叭呢是一尺一的，大的呢是丧事使的，中的呢是娶媳妇使的。我现在这个吹奏这个结婚使的、娶亲用的小龙尾。